賽第五回合賽事，咁入邊提係國際足協賽2026年世界盃決賽周由32隊擴編至48隊，利大於弊。對賽雙方為正方藍田聖保祿中學，以及反方普林局賽計有學。我今日比賽的主席來自正方的莊神希同學，坐在我隔離的是計時員來自反方的現在俾我介紹雙方辯員，正方主辯為魏子琪同學，第一副辯為胡子琪同學，第二副辯為張錦儀同學，結辯為李子瑩同學，反方主辯為郭海蘭同學，第一副辯為蘇靜蘭同學。女拔書院中文辯論女負責老師莊建新，香港樹人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員錢慧瑩小姐，香港大學粵語辯論隊姚家輝先生。本場比賽分主辯、公辯一副、二副自由辯論及結辯共6個環節，發言時間是4、3、3、4。公辯則為每方2分鐘，自由辯論則為每方3分鐘。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有1叮提示，夠鐘則有2叮提示，超時15秒則會連叮幾下。詳細賽規已發布予各參賽學校。如果比賽期間出現任何問題，我同計時會暫停比賽，交由3位評判即場作出裁決。請問在各位有冇問題？而家比賽開始，先請正方主辯發言。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示意。主席、各組各位，大家好。國際足聯懷疑令世界盃有更大範圍嘅影響其參與度，逐步增加各州田中決賽就嘅機會。於82年同98年分別由16隊加至24隊，再加至32隊，以促進足球發展。比起歐洲本方聯賽注重高水平嘅比賽，世界盃只係為全球足球隊伍喺公平公正嘅環境之下提供表現機會。今年國際足球組織為咗加快足球發展，增加決賽周名額到48隊，並調整決賽周各州賽區嘅席位，而確定決賽隊伍嘅預選賽則維持不變。48隊進入決賽，分為12個小組，小組頭2名以及8隊最佳第三可以進球32強淘汰賽。決賽球隊會比舊制多踢1場，賽期亦會由29日延長至39日。新賽制下可保障強隊能夠進入決賽周，確保比賽公平性，並提高足球關注度，推動全球普及化，刺激球行發展。要衡量辯題成立與否，就要視乎改革是否有利於對球行普及化。我分贊成辯題原因有二：第一，增加公平性，避免強隊過早淘汰。今年各州份之間的技術水平不斷收窄，而家32強已經包含曬傳統強隊。著名足球評論員張璐都話：全球足球水平提升咗好多，有更多高水平嘅球隊，但係名額冇變，導致強隊同決賽實至較利。就好似南美洲嘅智利、烏拉圭等6隊都係世界排頭30，但就要為嗰4個名額爭爆頭。唔單止南美洲，歐洲足聯主席切費林都話：現時歐洲都有16隊係全球頭30。另外，冰島2014年入唔到圍，但係歐洲杯打贏奧地利同葡萄牙。所以而家有咁多世界級水平嘅球隊，就因為缺乏名額同決賽擦肩而過。增設至48隊，正正避免咗有實力嘅強隊過早淘汰，令到所有強隊都有機會進入決賽，而保證比賽於公平公正嘅環境之下進行，從而提升世界盃嘅公平性。第
二，促進球壇發展。過關後，比賽場次增加，電視轉播率、門票等收入都會因而增加。據國際足聯統計，四年內淨收入會提升至110億美元，相比2018年兩倍有多。而歐洲足協都指出，國家足球發展落後是因為缺乏誘因同埋經濟條件，故此會將7420萬美元重新投放在 Forward 3.0，指的是包括會向每個成員協會提供1300萬美元於足球相關的營運成本，推廣及組織足球活動，每年仲會提供500萬建設同埋加強世界級基礎設施。資源亦會促進多啲國家去推廣足球，增強實力。哥斯達黎加曾經係次流隊伍，名額擴充後，2002同2006年都成功踏入世界周，更闖入八強。另外，香港中華總商會陳永健都話，1998年擴軍後，總觀看人數4年間增加咗40萬，所以要令足球盛事化，需要增加名額以獲取資源。最後想問友方，除了擴軍，有啲咩方法可以增加公平性嘅同時，又促進球壇發展呢？多謝大家。正方表現發言時間學生分四分鐘嘅黃超前數球分，跟住係談判方面有4分鐘時間，準備請教計時。他們所考慮的不外乎多了錢和多了球隊就等於總之就是好了，但是友方這條是比較題，正方的責任是論證大於這兩個字，然而友方的說法可以用10隻字去總結，就是被弊處被忽視，利處被夸大。為什麼這樣說呢？先講弊處，首先改制之後的世界盃不再世界級，會動搖品牌的公信力。一直以來，世界盃是所有國家隊以至於球員終身追求的夢想，就好像梅西咁啦，即使已經做了幾屆球王啦，但一日佢未拎到大力神杯，就好像終身遺憾咁。終於上屆佢拎到了，在全球都為佢歡呼。點解世界盃令人神往，得到世人尊重呢？因為守得住世界最高水平的一個招牌。2026年決賽周唔止多16隊，仲破了佩亞，後果係將會出現很多爭議球隊被質疑名不副實。最荒謬的是要數大洋洲必得一席，大洋洲一哥是紐西蘭，雖然世界排名得過105，但不要緊，只要踢贏了排130的所羅門群島，排159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和161的新厄里多尼亞，即使世界排105，世界盃都會位48強。新西蘭不是孤例來的，專業體育媒體 ESPN 曾經做過統計，假如上屆世界盃已經改制，會位列48強的包括世界排名73的剛果、70的阿聯酋、68的伊拉克等等。上屆卡塔爾因為主辦國排到第50都可以做決賽周，但表現之差相信大家都記憶猶新。但根據 ESPN 的估算，如果上屆已經打48強了，新增的16隊入面最少有7隊，即是近半數新隊都排名都會仲低過卡塔爾。有方剛才話啦，多16隊有分加決賽周，可能是有一定的力處，但恐怕他們只是選擇性思考，因為有方忽略嘅，假如水平真係差距太遠，連續幾場啦，嗰啲球員、嗰啲三線球隊的球員都會被人寒數，甚至淪為笑柄，令到國民失望。呢點有方有冇考慮過呢？更大的弊處是打擊比賽公信度。首先，改制帶來雙重損失。有方要跟大家講，因為改制原本32強有48場分組賽，依家淨係得翻16場啫，所以變成32強少咗32場啦。損失的精彩賽事可不可以在48強嗰度補翻呢？就一定有難度嘅。除了因為弱隊多，更因為最佳的第3隊都可以出線，咁鐵定出線的球隊自然會流力，踢到好似友誼賽咁嘅賽事，自然會增多。另一點，比賽期將會縮短至16日，所以會打擊球員和球隊發揮。眾所周知，國家隊隊員甚至教練平日都是各散東西，為了世界盃聚埋一齊，係靠備戰期調整戰略、建立默契、隔離隔，甚至爭取休息，縮短了備戰期對球隊部署、球員發揮都必然帶來影響。有方呢啲弊處，你有冇計過數啊？我方方面會再作解釋。相反，地處其實就冇你講得咁大嘅。剛才有方同學就話咯，增至48隊可以促進足球發展啦。首先，我哋明白可能某啲國家足球可能會多潛勢，但係影響到一個國家足球發展有好多因素噶嘛，例如社會風氣、政府對體育嘅重視。有啲國家夠好有錢啦，但係佢哋足球發展不似預期。例如啦，卡塔爾同紐西蘭都係供應型發展國家，佢哋
國際足協同埋佢哋又講喎，國際喺增至48隊之後，國際足協會多錢，因為又多咗直播加轉播同埋廣告費啦。但係有翻同埋體育方面已經唔全面啦。首先佢哋本身夠錢使嘅，咁我想問你覺得多錢使重要啲，定係保住招牌重要啲咧？同埋剛才有方提出咗智利等南美國家嘅例子，但佢哋好明顯睇就話佢哋咧入唔到決賽就，但佢哋好明顯睇又係唔全面啦。我哋見到啦，多樣隊參加世界盃，例如大洋洲嘅一哥新西蘭啊，排105名都入到世界盃。例如啦，多咗呢啲三線球隊，有方你覺得啲球賽會好睇咗咩？啲球迷真係會想睇咩？多謝各位。咁多謝。公辯一方可自由挑選對方一位辯員回答問題，並打斷對手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亦不得打斷公辯一方發言。如有違規，公辯一方可即時提出，評判應服，可直接扣分，每次一分。如公辯一方如常發言，評判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請評判注意填寫公辯分數的時候，請特別留意填寫次序，特別是反方分子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現在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作公辯，請你自由選擇反方一位辯員接受質詢。反方主辯，正方公辯開始，你有2分鐘的發言時間。想問兩方，今日咧，我哋睇到南美洲佢哋有6隊咧，都排名喺全球30名喎，但係佢哋要爭4.5個名額，係咪唔公平咧？但係有方同學，大洋洲佢多咗一個席位，就一定會俾世界排名第105嘅紐西蘭參加48強，我就覺得一啲都咁樣就明，佢就名不符實咯，參加咗新嘅世界盃。睇住先，因為我多咗人入多唔多，咁一定會質素下降咧。我哋今日見到好多好強嘅國家入唔到喎。強嘅國家連機會都冇啊！但係嗰啲大洋洲入咗，佢哋冇實力，咪再被淘汰咯。我想問有方今日有冇問題咧？但係例如咧，如果多咗呢一啲洋隊去參加世界盃嘅話，咁其實基本上世界盧嘅賽事觀賞度就會下降。睇住先，因為有方係咪覺得呢班強隊又唔使幫咧？因為公平性，有方都識講啦。因為世界盧係國際嘅特尖賽事嚟㗎嘛，係咪公平性都唔使理咧？其實咧喺體育嘅世界入邊咧，係實力咧，佢淨係用實力去證明自己啊。而我哋就覺得新賽制下咧，因為冇錯啦，按照有方嘅邏輯，實力好重要。咁係咪即係話今日我哋見到實力強嘅人都唔使去理佢究竟人唔人頭啊？但係例如大洋洲、例如紐西蘭啊，或者咧卡塔爾或者中東啲國家，佢哋實力係冇咁強，但係佢哋喺新賽制下都入到世界盃，咁其實亦都唔符合咧實喺體育界入邊實力去論證自己地位嘅呢一個。若方答翻我先，嗱，今日4.5個名額喺南美洲，呢啲係咪唔使幫啊？但係大洋洲你增加多咗一個席位嘅話，咁其實基本上，例如有啲弱隊佢都係佢入咗世界盃，其實都係唔應該因好啦，唔緊要啦，今日有方比嚟比去嘅例子都係得南美洲，咁今日我哋再嚟睇咗，今日有方比嚟比去嘅例子都淨係比咗係大洋洲但係我哋今日睇到除咗南美洲之外，仲有非洲，佢哋都係好嘅國家，但係都唔夠名額喎，呢啲點樣解決咧？其實咧，跟住輪到反方公辯，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正方自由選擇正方一位辯員接受質詢。而家正方主辯，反方公辯開始，你有2分鐘時間可以開始。若方同埋頭先兩分鐘嘅公辯咧，就指出而家嘅配額制係唔公平嘅。係啦，配額制唔同意。2026年嘅配額制同樣都係會唔公平嘅，同唔同意？唔同意。有方同學唔同意，但係個問題就係有方同學雖然係可以包同埋30名嘅，例如捷克、智利嗰啲，但係同一時間亦都包佢100名本身冇可能接受加強嘅，你同唔同意？咪係同意咪好咯，咪即係話其實都冇公平咗，因為有多咗球隊都好啦，就算有翻你啱都好啦。我哋見到東方嘅弱隊一來一回，有方證明到利大於弊。好，第二，有方同學同唔同意越後嘅聯賽通常越精彩？嚇，有方同即係決賽咧係冇初賽咁精彩。係啊。有方同學咁，不如我直接問你啦。阿根廷對法國，好睇啲定卡塔爾對厄瓜多爾好睇啲？咪係咯，即係話越後嘅賽事通常越精彩咯。好啦。
又問啦，有方知唔知道改制之後32強賽事會由64場減到32場，相反48場就會加到有72場嘅，係加到104場係總數嚟。有方你數字都未記得嘅時候咧，我哋睇翻啦，32場賽事由64場減到得32場，但係咧48場增加嘅就有72場喎。有方既然精彩32場以上嘅賽事佔嘅比率細咗，有方同我哋同唔同意？後回合嘅精彩嘅回合少咗咧，但係佢後面佢多咗，但係佢而家又少咗，係咯，咁好啦。有班同學既然其實已經承認咗係冇精彩啦，咁又想問下你啦，知唔知道上年卡塔爾小組賽輸曬幾入咗一球啊？有班同學知唔知道卡塔爾當時被稱為史上踢得最差嘅主辦國啊？嗱，根據咧呢個計算咧，如果2022改制嘅話，卡塔爾有球有喎。咪真係話到翻嚟個位。現在終點環節結束，輪到正方第一副辯，你有3分鐘時間準備我。主席評判在各位，大家好啊！又唔難化見，有方講嚟講去都係得大如所呢一個例子啦。但係我方而家見到歐洲而家有16個國家係排名於全球前30，但而家我哋名額得翻13個啦。歐洲名額最多嘅歐洲，佢哋有實力嘅隊都入唔到世界盃嘅時候，有方又點解決呢？又唔難發現雙方都係想球壇好噶，但係分別就在於有方想坐喺度乜都唔做啊，而我方為咗增加公平性、增加國手名額，為咗俾更多機會唔同球員，先要增加名額。由一副我哋不費油錢嘅角度分析辯題，但有方同我哋講。第一，國際足聯啦，有方同我哋講話加咗大營收冇用啦，但其實一樣嘅決賽比到最後都係一樣，所以根本唔會有分別咯。有方同我哋講話排名後就冇實力啦，但我哋而家見到喺2022年卡塔爾世界排名49嘅沙特阿拉伯都打敗咗第二名嘅阿根廷喎，排名63嘅冰島一樣可以逼和阿根廷喎。如果呢啲隊真係咁冇實力，有冇可能可以打敗到強隊呢？我哋而家見到咧，32隊名額根本係唔夠噶啦。南美洲有6個球隊係排名頭30，但係而家剩得4個名額嘅時候，佢哋係咪真係冇實力呢？嗱，唔通唔知南美洲連最多名額嘅歐洲都有16隊喺全球頭30名，但係而家剩得13個名額俾佢哋啫喎。我哋而家將名額增加，咪正正俾咗有實力但一直入唔到決賽嘅隊一個機會咯。但係有方而家乜都唔做，要點樣解決問題呢？第二球隊，但有方又同你講話球員休息時間唔夠啊，會打擊球員發揮啊。但而家賽期長咗，由29日增加到39日，世界足協都表明咗，而家就算改咗48賽制，一樣會有56日嘅集訓時間，同之前一樣。不如有方解釋翻點解休息時間會唔夠啦？第三觀眾，有方同你講話而家會質素下降，有冇人睇啊？但係而家觀眾想睇嘅有實力嘅對決啊嘛，入到嘅隊伍一定係有實力㗎啦，經過咗淘汰賽先入到嚟㗎嘛。但我哋而家見到破軍之後多咗16隊可以殺入決賽周，香港中華總商會陳永健都話可以令到更加多人注意到世界盃，好似1998年世界盃破軍總人數從321萬增加到360萬，而家改到48賽制，可以令到好多本身競技入唔到嘅隊伍獲得一個踏上決賽舞台嘅機會，其他隊伍亦都會為咗入到決賽而奮鬥向前，令到賽事更加激烈，相反強隊冇得入圍，冇交鋒，就會令到比賽更加無聊。到時有方又要點解決呢？有方又不如論證翻點解會出現實力悬殊嘅情況咧？都係各位。正方一副發言時間為2分14秒，無超時追扣分。跟住落嚟輪到反方第一副辯，你有3分鐘時間準備落去。佢哋嘅證明未大於弊，就要證明48強加起嗰72場
後，亦更加係承認咗掛咧同埋四十八強係冇咁精彩嘅，因為咧就係佢哋都同意而家咧其實四十八強嘅問題在於弱隊係始終係多咗嘅喎。第二有班同學亦都承認咗啦，就係當卡塔爾已經係備受質疑嘅時候，如果下屆仲有七隊世界排名更加差過佢嘅話，換言之弱隊已經差咗。我翻轉變今日提出有兩個標準，第一個標準在於質素下降，呢一點已經自然成立咗啦。因為世界排名嘅隊伍差咗都可以入到，證明世界盃本身就係全球最高水平嘅賽事呢樣嘢嘅質素被拉低咗，招牌被打爛咗。第二就係可觀性，可觀性我哋見到同一時間咧有翻嘅一副都承認嘅質素係行先啊嘛，球迷想睇有質素嘅高水平賽事，換言之，既然質素下降，同樣影響可觀性。有班同學呢兩大弊處解決唔到嘅，有班同學證明到利大於弊，喺度亦都提提大家，今日有班同學全程淨係同我哋講利處，又淨係同我哋講弊處，但係從來冇提高過，到底而家佢哋嘅利處係大於個弊處？如果七班同時成立嘅話，亦都係算反方性嘅喎。好啦，有班同學今日嘅利處有啲咩咧？第一就係公平性啊嘛，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嘅就係新賽制底下四十八強嘅遊戲規矩係點咧？就係話原來咧，佢只要係佢就算係小組嘅第三名，佢亦都可以晉級嘅喎。換言之，如果一隊強隊佢頭兩場已經贏咗嘅話，第三場佢贏唔贏都可以晉級。咁嘅話，佢哋有機會會留力，因為佢哋仲要應戰之後嘅賽事係合情合理嘅，唔係被偷懶。但係同一時間，因為佢哋嘅留力，有機會令到最後一場同呢隊強隊對決嘅隊伍因此而如人得利喎。如果係咁，係咪仲有公平性咧？第二就係有方今日係有提出到唔同嘅國家隊有機會因為今次嘅改制而令到嚟自利捷克呢啲可以因為咁樣而入選到，但係提醒大家，其實新西蘭105名都入到，阿聯酋70名都入到，剛果73名都入到。如果呢一啲隊伍係因為配額制嘅話先入到嘅話，到底仲係咪公平公正？換言之，利處被誇大更加係成疑啊！就算係啦，剛才有方頭先所好啦，最後再講埋有方今日講嘅收益，等陣先，收益多咗係咪真係等於幫到足球發展？我方唔否認係有機會多咗錢，但有方咧今日要同我哋講嘅就係點解多咗錢一定有足球發展喎？例如話其實中國咁樣，佢有好多錢，但係都唔代表中足球發展得好。多謝各位。解決咧，由劉方咧就唔諗住解決噶啦，所以咧今日劉方先係講個拉低
因為有方同我哋講話咧，好多人都可以負碌入決賽，但係因為所謂爆冷嘅人咧，從來都唔係冇實力嘅喎，就好似2014年嘅世界盃，埃及利亞爆冷入16強，佢都要打贏熱門啊嘛，佢哋有淘汰賽啊嘛，所以佢哋要打贏俄羅斯、俄羅斯等等嘅國家先可以入到去16強。嗱，再睇啦，今日咧我哋睇到呢、這個斯達尼加咧，佢哋分別咧都係爆冷2002年、2006年都爆冷入咗決賽，但係佢哋都要打贏佢哋嘅對手先可以入到啊嘛。所以咧，我哋最後我哋睇到今日友方咧，想淨係去專注一啲一流隊伍嘅進步，造就咗世界盃只係歐洲同埋南美洲嘅天下，二三流嘅隊伍咧就冇希就進入咗冇希望嘅局面。但如果我哋今日俾多啲機會佢，等佢哋進步，日後咪更加多嘅新秀有能力去同傳統勁旅一決高下咯。球壇整體實力高咗，比賽精彩咗，咪自然就會有多啲人嚟促進球壇發展咯。即係各位。在座各位大家好，今天要衡量辯題就好像踢一場球咁，但有方同學就在這一場球賽就犯下了幾大錯誤了。首先有方同學一廂情願將球賽結果理想化，就好像有方同學說增加48隊可以增加這個國際足協的收入，但等陣先，我們今天看到2015年我們的國際足協是曾經爆出了這個國際知名的這個貪污這個醜聞，那有方同學你又怎樣確保這些錢是真的會落到國國足協，又等佢可以有促進足球發展呢？其次，我哋都見到有調查顯示，有80%嘅世界各地嘅足協都係冇公開佢哋啲錢係點樣用喎。咁有方台又點樣肯定可以促進到足球發展呢？另外有方台咧又話，今日我哋可以因為多咗收入啦，咁所以咧啲弱隊咧就可以進步喎。咁但係有方台，我想澄清一點先，因為足球發展咧其實有好多嘢影響噶嘛，例如唔止係一個單單有一個收入嘅，如果係中國咁，例如佢啲父母唔鼓勵佢個子女去踢足球，咁有方台又點樣可以確保到呢個足球發展咧？有方台今日又同我哋講爆冷喎，又話阿根廷就輸咗俾沙特阿拉伯啦，但有方台都識講係爆冷啊嘛，咁爆冷嘅機會係非常之微啦，咁有方台又點樣確認呢個利錯係好大咧？最後有方台犯嘅最重要錯誤就係冇庫存大股啦。我今日見到有方台就係借數利處，冇做利弊比較，更加忽視咗幾大弊處。首先咧，我方多次提出增加16隊只會令整體這個比賽整體水平下降啦。有方台話又唔係喎，有南美洲有6隊可以入到呢個決賽周喎。咁但係我方又提出有7隊係世界排名係低過卡塔爾，佢都入到決賽。咁所以有方台係證明到利大於弊嘅。其次嚟到可觀性嘅部分，第一就除咗增加呢個低可觀性比賽之外咧，更加減少咗32場嘅32強夠高質嘅淘汰嘅比賽啦。第二，目前嘅賽制底下，強隊頭2場已經夠分晉級，最後1場分組賽唔出嚟踢嘅機會大咗，又點樣可以保持到可觀嘅賽事呢？有方就話弊處咧係只限最後1場分組賽啦，但到時候有12場以上嘅分組賽都可能有呢個情況發生，到時候已經超過咗全部賽事嘅10%，唔通咁樣都唔叫多咩？仲有啊，增加16隊更加會令熱身期縮短，減低觀賞性。2026年咧就因為隊伍多咗，所以比賽期長咗由29日變到39日啦，令比賽之前嘅備戰期有方同學聽清楚，有方同學啱啱就話係休息期，但其實係備戰期，由24日就減到18日。我方開面已經講過，平時球員台都係同自己嘅球會隊友比賽，根本就唔熟悉國家隊隊友嘅踢法，所以佢哋要喺呢個時間就建立默契啦。而我方見到咧冇默契咧，球員之間就唔會有信任。咁如果佢哋個個都熟悉咁，唔係借11個靚仔喺度表演個人球技咧？試問有方台啦，聯賽都有3個星期準備時間，更何況全球最高水平盛事，球員除咗建立默契，仲要練習策略，同埋1000球12碼喎。有方台又點咧肯定3個星期變到2個星期呢、這個時間係足夠呢啲隊伍去參去準備咧？多謝各位。雙方各有3分鐘發言時間，當某方發言時間用畢，本人會宣告另一方成員時間，各方可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議員發言，而每位議員都必須在本環節發言。如本環節結束，在場人士發現有辯員從未發言，可即場提出。屬實的話，該辯員所屬一方將被
辯論環節現在開始，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員首先發言。成事，多謝你採訪。因為我哋點解要啊？捱住先，因為我哋要
呢點先？講開改歐洲其他，今賽咪有分同學啦，張卓榮二改歐同二48強友，琴都會落嚟。好啦，所以今日有分承認咗咧，歐洲係唔夠，所以改咧，我方完全唔明白點解今日我方論證咗非洲同埋亞洲都唔夠嘅時候，有方又佢講係咪有雙重標準咧？唔同意非洲亞洲唔夠，剛好符合我特排嘅73，有方都要咩？今日有方咧，講嚟講去都係講剛嗰個外國，但係仲有好多國家係非洲嘅喎，我哋就嚟講。正方已用盡發言時間，反方現在上升40秒，可以由快速變往快。咁翻同學，其實我哋今日咧講出咁耐一代名拋嚟拋去，但其實我哋可以肯定到一樣嘢，就係冇人可以肯定到底而家多數係勤越多，越多佢被用越多。換言之，其實今日呢度有分同學係證明唔到絕對嘅利大於弊。第二，我哋見到嘅就係我哋今日問有分同學關於貪嘅問題，有分同學係根本上係答唔到嘅。佢一路就係講同我哋講投資咗落去，投資咗落去代唔代表咗啲錢係真係用咗喺邊咧？冇報告顯示。第二就係話，就算真係有錢落咗去基建，唔代表足球發展好咗，因為其實足球發展係講到多方面配合，因為唔同因素，例如文化環境、政治環境呢啲，有分學校冇正面，冇完全係呢個係一個滑坡嘅，唔有分學有正面原因。第三，有分學今日唔敢提進級容易咗，就因為48強，而家都係3年都去進級嘅話，就例如話上屆咁，多謝各位。兩方發言時間亦都用得，自由辯論環節結束。請問在座各位有冇發言台上面原理陳法？現在是結辯環節，雙方結辯有一分鐘準備，預備時間開始。滑坡啦，好啦，所以我結論就係今日嘅利處係被跨。
最細嘅話，右邊有七隊咧，七號卡塔爾，頭先講剛果啦，伊拉克就68啦，阿聯酋70，巴拿馬60，牙買加64，北馬其頓65，紐西蘭10。好啦，呢啲全部都唔係過嚟嘛，我哋見到的確有好多弱隊會入到決賽周48強嘅呢個水平喎，咁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呢個世界盃最高水平嘅金身招牌就會被打爛啦。好，第二打啲比賽觀賞到，我覺得其中有打啲嘅兩個原因，第一係雙重損失。好啦，一方面負責32強賽事，咁有翻東邊或者咧已經實驗咗精彩賽事就會少咗嘅。另一方面咧，48強就因為強隊能力冇咁精彩喎，一方就話唔會嘅，點解話唔會咧？係因為有方誤以為佢哋係唔尊重比賽，但係相反流力同埋佢哋之後嘅淘汰賽表現著想嘛。打完超嘅都知道啦，新星夏蘭特都係曼城嘅神射手嚟嘅。去到成50分鐘、10分鐘就會佢落場先，唔通真係因為科特奧蘭想個球隊贏，唔想去破美斯紀錄咩？唔係，因為已經運操勝券，即係無謂佢再留喺場上，增加受傷風險嘛。咁反映咗換副選流力呢啲都唔係輕敵嘅表現，相反係聰明嘅策略，係理所當然，係為以後去鋪路。不過開始就會冇咁精彩啦。第二比賽期縮短咗，縮到係16日，咁有關呢點就冇人回應過嘅。所以咧，科特奧呢個弊處成立啦。當有方反駁唔到，公信力同埋可觀性就會下降時候，利處有點可能係大，係佢凌駕性咧。咁啊，比較利弊之後咧，就唔難咁發現，今日咧絕對唔係利大於弊。咁最後想問，有方啊，承唔承認我哋嘅公信力係會下降咗？承唔承認有多啲冇48強水平嘅弱隊會入咗呢個世界盃決賽周咧？多謝各位。兩分結辯費。最後由正方結辯總結，你有4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器。全職評估在座嘅大家好，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喀麥隆呢？其實係一個位於非洲嘅國家，但足球非常發達，球員每日都練得好辛苦，喺度諗如果入到決賽就好啦，可以用呢筆錢養活自己屋企人，可以用呢筆錢發展國家足球事業，為國爭光。嗱，最後用項星冠翻嚟嘅成果咧，就係足球排名越嚟越前啦。但喺2022年咧，從32名嘅哥斯達黎加1500分，喀麥隆1499分，爭過1分就同夢想嘅舞台爭咗一步，一直無緣入決賽，一分真係好差咧。可惜聽完全場咧，有方冇諗過做巴拿信啦。嗱，有方自由辯論咧，一副咧就承認咗要增加票額啦，跟有方主辯咧又話咩美斯要贏杯，但係變係決賽啦。跟二方二副咧又話中國父母啦，但係而家係真。係世界盃爭一比賽嘛？我雖然你有方咧講嘅嘢一直都係唔協議，係唔係一個負責任嘅政府？嗱，全場咧有方咧質素下降，同可觀性咧，其實係淨係一個弊處嘅咋。我方講兩個論點咧，有方又冇正面，有方雖然利大於弊咯。有方結辯咧啱最後都講咗唔係弊大於利啦。嗱，跟住咧有方講嚟講去都離唔開4個字，就係質素下降。有方定義質素好奇怪，又覺得冇弱隊就叫做質素好啦。跟有方話爆冷啦，有方覺得每年一定要係贏開嗰啲繼續贏落去嘅，所以就好自私咯。嗱，雙方字眼上唔同咧，有方咧冇聽過佢個名字就直接話係冷門隊啦。但冷門隊唔一定實力差噶嘛，我哋每個辯位都重申咗好多次，例如由2014年哥斯達黎加到2022年嘅沙特阿拉伯都打敗咗強隊，所以我方講完全場增加決賽名額，就俾可以有公平嘅機會去發揮實力咯。跟住咧，有方咧又話貪污不淺啦。咁其實其實有方係冇否認過咧我方嘅利處。咁其實你咪開，你都係擔心可行性問題啫嘛。咁我哋咪加人監管咯，所以有咩問題啊？跟住有方咧就話第二個就係成本經濟啦，第二個就係經濟啦。咁其實咧，我方主辯咧已經講過咧，盈利咧會係110億啦。咁有方全場咧都係忽視咗呢個數字嘅7420萬咧嘅美元投資喺每個成員協會啦，提供1300萬嘅美元營運成本去推廣組織足球，亦都有提供500萬去增加同埋加強世界級嘅基礎設施，為你足球普及化咯。嗱，所以有方咧嘅弊處幾大，講唔過去啦。收入增加帶嚟嘅利處，有方都唔否認啦。嗱，事實上咧，入到決賽周，球員嘅經驗越嚟越多，可以俾多啲佢哋自操嘅機會，為國爭光，提升知名度啦。舉個例子咧，之前抗軍後咧，克羅地亞入到決賽周，並以3-0咧去打敗歐洲強隊德國啦，最後勇奪第三名。克羅地亞嘅球員咧嘅身價都上漲，提升咗佢哋嘅知名度。所以抗軍咧係可以維護到球員嘅利益，並發揮世界盃競爭精神，包容多國文化。各位，一講起足球，你係咪淨係識得美斯同 C 朗呢？
實以古巴西球王貝利講過，無論你有點樣嘅種族文化，你都可以用一個機會去追求你嘅夢想。回望過去世界盃由13隊擴展到16、24再到32，去到而家嘅48，每一年咧足球協會咧嘅抗軍唔係為咗展示嗰個球隊有幾強或者有幾弱啦，而係一個國際舞台，俾每個球員用辛辛苦苦賺出嚟嘅汗水、賺出嚟嘅機會啊，唔係嘅話只會衰落，好似有方咁乜都唔做。我哋增加決賽隊伍名額，希望喺精神積累落去。嗱，有方大洋洲一句大全場各州名額拉雲，增加公平性，並將賺出嚟嘅錢將全部入翻。因此，未提絕對係力大於弊。多謝各位。全方面嘅比賽告一段落，大家請留喺原位稍等一陣。提提評判，最佳辯論員需要額外評分。請每位評判只需在今日八位台上辯員當中選出表現較突出的三位，再分別給予分數。最佳一位填30，次佳一位填20，餘下一位填10。其余五位同學不用填寫。
其實都很佩服咁多位同學嘅，因為我自己都係教緊間女校啦。咁你要即係呢度都女同學都係佔大多數咧，我男同學嘅係。咁不過冇計，我比分嘅時候冇歧視嘅。咁但係我只覺得喺一個禮拜內，你哋對呢條辯題嘅理解嘅深入程度同埋資料搜集咧，我願意即係好高嘅評價嘅。因為頭先即係當大家喺自由辯論嘅時候，都問到即係各個可能足球嘅排名啦，又或者係講緊一啲足球上面嘅球員嘅表現啊咁樣，我都覺得係即係可以話好詳細，但係都真係聽落去都頭頭是道嘅。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即係好予以一個好高度嘅肯定啊！即係呢樣嘢係唔容易嘅。咁雙方辯嘅主線咧，我自己覺得都係恰如其分嘅嚇。正方一定就係打呢、這個嗰個主播權啦。咁呢個係一個好正路嘅打法嚟嘅，因為數字就係一切，係咪啊？咁但係我諗你做 reports 嘅時候，你都會有預期過就係錢咧一路延伸落去嘅時候咧，一定係涉及到兩個問題嘅，一就係貪污嘅問題。二就係嗰啲錢係咪用得其所，錢係咪能夠直接去提高嗰、那個質素咧啊，足球嘅質素發展咧，咁呢樣嘢你要諗多少少啦，即係你會發覺一話落去嘅時候咧，如果淨係用錢呢樣嘢咧，你會發覺有盡頭啊，即係會可能會比較難過少少。咁所以咧你哋都有第二個準備嘅，就係、是、用一個即係強隊入唔到決賽周呢個名額啊，呢、這個咁樣嘅第二呢、這個你係禮拜第一嗰度嘅呢條主線會繼續打落去，咁但係你又會再諗多一樣嘢，就係、是強隊咁自然都會有弱隊啦，係咪啊？咁如果我哋將條時間線擺喺2026年嘅話咧，我覺得一個即係大家得翻三年，而家得翻三年發展啫嘛。咁你好肯定嘅就係、是、呢三年裏面一啲好弱嘅隊員會因為呢48隊抗咗軍之後，佢哋會有短時間內嘅失數嘅提升，啲錢其實嚟唔到嘅。咁所以去到最尾咧，嗰、那個質素咧，你問我嘅話咧，即係你如果擺喺2026年呢一屆嚟到去埋單嘅話咧，一定係個質素係有所影響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如果正方要打得比較實淨少少咧，應該要開拓多少。其實你哋有講，不過我期望係聽多啲係乜嘢咧？就係、是、點樣去促進嗰個球員嘅發展。或者我哋調翻轉講咧，就係而家世界盃決賽周究竟有啲乜嘢問題？因為我哋嗰個隊少咗嘅時候，或者你哋有講嘅就係、是、喂而家個情況係太少隊咧，強隊來唔到，咁所以啲球員咪冇一個表演嘅機會咯。咁對於機會嗰個拓展，其實我覺得係你哋第三條戰線應該可以打多啲嘅。咁點樣打呢？例如可以你諗多少少嘅就係、是一場波嘅勝負未必可以好影響到即係當然最直接嘅就係勝負影響到嚇，即係國家嘅一個榮譽啊或者質素啦。但其實個別球員嘅表現，或者有啲球員可能有啲國家佢嘅個別球員嘅表現，佢令到一啲歐洲嘅球會大球會刮目相看嘅時候，係咪啊？咁例如好耐之前都好耐嘅，例如厄瓜多爾嘅華倫西達係咪啊？哇！佢可能好容易啊，即係就過曬人哋啲嚇，細睇佢中場喎。咁可能由一個或者可能再之前嘅好多球員都係㗎，非洲好多球員都係嘅，或者講緊而家麥巴比都係上即係上屆19歲咁樣去打嘅時候，係咪啊？即係呢個舞台其實都延伸少少，就係多咗呢啲國家去表演嘅時候，佢哋其實一啲新星會俾歐洲球會嘅知道，咁然後咧一個造星嘅效應就會出現咗啦，喺佢國內嗰個推廣係咪？呢、这個係錢擺唔到，咁呢度做得高地可以擺多少少。另外一樣嘢就係一個規劃嘅問題，係咪？其實而家我諗有啲球員佢係有幾重角色嘅，咁但係可能有啲球員因為世界盃嘅名額有限啊嘛，係咪？尤其是一啲非洲嘅球員啊，一啲可能係喺非洲球員比較多啦，係嘛？咁所以佢哋規劃嘅時候有陣時可能佢哋去諗嘅就係因為個舞台比較有限，佢哋可能真係會揀咗啊，即係佢比較可能考慮球會嗰邊啦，又或者係一啲比較傳統嘅歐洲隊，你諗下法國隊嘅成隊都係黑人嚟嘅，係咪？即係佢哋係咪個個都土生土長？其實呢個係一個疑問嚟嘅。咁所以會唔會其實多咗呢咁嘅機會係嗰啲人其實都可以喺嗰個球隊裏面發展？咁我覺得係可以拉長幾個戰線嚟打，雖然要提供去睇嘅係2026年下屆嘅即係措施，咁但係其實你哋可以拉長少少去睇嘅就係成個足球發展點樣可以做好啲。咁我覺得呢點係政方可以諗多少少嘅咯，係啦。咁
另外有一個咧，我諗要留意多少少嘅正方，就係講緊嗰個即係有少少開辯嘅時候咧，有啲嘅矛盾嘅嚇，因為你話長波其實多咗比賽就好睇咗啦，係嘛，多咗表演機會啦。咁但係其實實際上咧，其實一隊波踢多咗一場嘅喎，即係點解會好似多咗咁多場？因為多咗好多，即係多咗每一隊踢多咗一場啊嘛，即係32場踢多咗。咁所以其實呢度我諗你要諗清楚少少嘅就係嗰一場波係咪真係令到嗰個比賽會真係有好大嘅分別咧？咁呢個未必係嘅。相反地係有兩個問題衍生咗，呢個正反雙方都要留意嘅。一個就係講緊嗰個比賽嘅少咗，咁反方出到嚟呢邊啊，比賽嘅少咗。第二點係乜嘢呢？第二點就是其實主辦國嗰個嘅難度咧，其實係大咗啦。咩意思呢？就係當你將佢變做39人嘅時候咧，呢個第反方係點樣當然係啦。其實未必係，因為我哋搞世界盃唔係淨係強國搞噶嘛，你係要咁多個州即係輪流都搞噶嘛。咁你會發覺其實未必係一個國家可以搞得曬。咁今次係咁啱下屆第個三個都叫做即係都發足球發展都唔錯，國家都可以三個咁樣咁搞到呢啲嘢。咁但係個問題係係唔係次次都可以咁樣？個搞嘅難度係點咧？係嘛？咁導致你哋可能即係所謂嘅嗰條啊111嗰條數係咪真係咁容易都計到咧？咁呢個其實反方都可以捉咯。咁其實正方都要防嘅，就係嗰個主辦機構、主辦國嗰、那個啊，即係嗰個難度，咁呢度都可以諗多少少嘅。咁至於反方啦嚇，除咗頭先主辦國嗰個咁樣嘅即係嗰條數可以講，其實你防即係其實我覺得呢條辯題咧反方都打得好正路嘅，就係、是、從一個即係觀賞性啦嚇、公平性啦咁樣去講嘅。咁但係當然啦，你觀賞性你會預期到未必能夠落到最尾嘅。好彩去到後期嘅時候咧，我諗你哋個策略上面都有估計嘅，就係、是、頭嗰上半場咧就講多少觀賞性。講到咁上下咧，就講下貪污啊、錢嘅問題啊，再講呢、這個即係備賽期嗰啲問題。咁但係我兩年備賽期同埋貪污嗰啲咧，如果可以早少少講，就即係會可能成場嗰、那個即係氣勢咧嚇，或者嗰、那個即係形勢咧，就會再即係可能早啲可以確立到啦。咁另外講到流早期都係嘅，有啲頭兩位辯員咧講大洋洲都係講得太多啦，咁其實可以講多少少，例如你亞洲啊，係嘛咁啊，例如非洲一啲國家嚇，即係我知大洋洲係最顯著嘅，因為而家大洋洲其實如果喺48隊之前，佢哋係一定要打附加賽嘅，但係呢個冇辦法啦嚇，即係因為個足球水平問題。咁但係其他我諗州份你都可以早啲去講嘅嚇，咁同埋都可以講多少少流力嗰個問題，流力多問題，我覺得咁講，流力多問題咧，我覺得可以諗下嘅，因為我自己覺得大家分組賽都係打3場嘅啫，咁其實而家你贏2場嘅球隊咧，佢而家都係會流力㗎啦，咁你可以諗清楚少少咧，就係、是、嗰個流力嘅重點就不在於可能分組賽贏2場去流力，係在於可能我同組嘅實力差咗嘅時候，即係可能嗰種嘅能力咯，即係可能真係未必咁即係會可能有，我覺得會有啲球隊可能下半場先換啲真，即係如果對一啲弱隊嘅時候，真係可能下半場先至換，梗係睇一個情況再換啲弱隊，再換啲強力球員上嚟，咁成隊嘅觀賞性可能差咗，就未必係真係我贏2場就即刻流力落去㗎，係咯，即係你而家都係㗎嘛，你攞住6分你入硬，咁你哋3場一定流力，而家32隊都係啦，咁但係嗰種流力可能講緊就可能我對卡塔爾，我甚至我驚我啲球員傷，或者我佢哋仲要去打即係啲頂級嘅聯賽，佢其實上半場流力。我贏住2粒先，係咪啊？跟住落下半場，如果真係換嘅，喺零日再換啲叻嘅球員上嚟，咁呢種可能都會影響到個觀賞性嘅。我諗呢點可能打會可能會好啲，因為純粹場數嘅應該係一樣嘅。好，咁啊，帶咗嚟個分翻嚟到呢度啦，咁啊，多謝各位。而家再請姚家輝先生。我先講咗正方先啦，我覺得正方開出嚟條線嘅問題點咧，就係、是、太過直線同走位有啲位。例如就係你方方會講咧，就係、是、有啲隊伍現時係世界排可以達到前30，所以現時佢又入唔到世界盃決賽周，入唔到嗰32強，咁就有問題就係唔公平。
但我會諗嘅就係第一樣嘢就係、是，咁佢就係咁啱嗰一次世界盃決賽之後，佢就係失咗準，又或者係嗰一次嘅戰略鋪排有錯誤，或者嗰一次嘅球員狀態唔好，咁佢真係實力唔夠，咁入唔到，咁點解係個制度嘅問題，而係嗰隊球隊本身實力真係爭容易啦，以至又要補送佢哋入去啦，呢個係一個會有問題嘅位置。第二個位我會有問過你就係、是，咁而家我放展到48隊，係咪又唔會出現啲情況先？其實都可能有啲隊可能係48強，係40全球下面投48嘅，但都有機會，可能就係因為好似啱啱所講，就有其他因素影響，例如係球隊嘅戰略鋪排問題，又或者係今年嘅上年有一屆嘅一啲好資深嘅球員突然間退曬役啦，然之後今年咧就突然之間青黃不接，然之後就突然之間冇辦法連到48強，都有呢啲情況嘅話，咁其實點樣擴展落去都會有類似嘅情況出現咯。咁佢呢個係咪擴展可以提到嘅問題咧？我第二個會諗嘅問題，第三個會諗嘅問題就係、是、反方都有 raise 到嘅就係、是，現時世界盃嘅外圍賽分州份去搞噶嘛，所以佢唔係撈埋一齊全部大量子。咁分州份其實咁亞洲區可能係相對歐洲區比較弱嘅，又或者係我唔知係啲非洲區相對較弱嘅時候，咁嗰啲區又點樣去確保公平性問題咧？呢個係第三個會有嘅問題。然後針對住你論點二咧，你講足協會多咗錢，然之後多咗錢之後就可以俾好多國家唔同錢啦，然之後就可以推動個足球發展啦。我會覺得開得太細咯，成件事。第一件事就係我前面甚至到後場，我冇特別聽得太多點解世界足協會人真多咗咁多錢咯？多咗錢係因為賽事多咗，又或者多咗48隊，然之後航空城多咗，你話點解贏唔到多咗400萬？呢一部分嘅論述上面係唔夠嘅。第二方面嘅上唔夠就係嗰400萬多咗之後，實際上面做咗啲乜嘢？反方都有質疑好多，但係亦都只係話可以去進行一啲嘅經費上面嘅補貼，又或者一啲基建上面嘅支援。但實際上面基建上面支援啲乜嘢咧？經費上面補貼嘅補貼緊啲乜嘢咧？係球隊嘅領隊嘅一啲收入，又或者係請多啲外援，我唔知啦。依方面嘅資訊我會期望聽得更加多。而第三方面對於你哋論點二嘅，我會覺得開得太窄嘅原因就係，因為你哋切入點係從個世界足協嘅收入多咗，然之後世界足協多咗錢就會多啲錢俾下邊球隊咯。但我覺得其實唔需要開國際足協做一個切入點，我就可以開得更加廣咯。例如就係本身一隊弱隊，佢入唔到世界盃決賽周，佢入到世界盃決賽周嘅時候，會唔會其實有更加多嗰個國家嘅電視台肯免費轉播嗰個國家嘅賽事先？咁嘅話，又或者會唔會有更多嘅一啲商界同埋贊助商會見到嗰一隊嘅球隊又出色表現，或者突然之間今年爆冷個世界盃，然之後多啲嘢贊助先，全個球隊多啲嘢出發咯。咁你哋呢個就可以再擴展得更加多，而唔係即係翻前有一個國際足協嘅數，然之後就400萬，之後就係成件事就會執。跟住到反方嘅問題咧，條線嘅問題係主編開場，我覺得有少少混亂咯。就係你拋咗好多散嘅，但係我聽唔到你哋最主打嘅係咩？你可以拋多散嘅喺後場上面鋪排都好，但問題我喺主辯上面，我差唔多你哋最想主打嘅，即係你哋第一樣唔想主打嘅就係質素上面差咗啦。但問題你哋又好大咁樣論述，唔同州份嘅實力上面有好大嘅差距。咁你哋前面呢方面嘅論述唔夠嘅時候，即係不斷去拋唔同國家嘅排名第幾。我唔會有一個 picture 就係成個世界盃原則上面制度就係由州份以州份去劃分個外圍賽，以至喺呢個嘅制度底下，一旦擴展隊伍數目嘅話，一旦亞洲隊突然間又多咗咁多個出線名額嘅，咁就會好大問題咯。呢部分喺前提上面估得唔夠嘅。第二個位我覺得你哋後面咧就會變咗好多散單嘅，其實例如你哋會講就係備戰時間唔夠啦，實際上面備戰時間唔夠幾多咧？正方又拋出一對講法，講話備戰時間其實都係臨時不變嘅。你哋冇太多指出你哋備戰時間幾多唔夠，短咗幾多，甚至我會諗得更加多嘅就係備戰時間唔夠，又可以多啲指出會唔會世界盃，我唔知啦。反正世界盃決賽周之前同埋之後，會唔會都係緊接住唔同嘅一啲足球聯賽或者足球城市，所以一旦如果世界盃嘅賽期而家再增加再 expand 嘅話，就已經會好緊接住去前後嘅一啲唔同其他足球杯賽，咁嗰啲人用唔到嘅時候。或者嗰啲國家，或者嗰啲主辦國或者主辦方唔會特登收到啫嘛，咁你就唔會成個賽期就會變得更加唔係世界盃決賽，世界盃呢件事變得更加密咯，而係對於一個球員嚟講，佢嘅足球生涯喺一年裏面橫跨咗咁多場比賽裏面嘅賽會變得更加密咯。咁呢啲我可以接觸得多少少。然之後第二點咧就係針對住你哋質素嗰個位啦。個問題係咩咧？係你哋冇清楚分界，因為前面提過世界盃決賽週嘛。
咁我會期望聽多少少咁世界盃決賽周同埋世界盃外圍賽喺個定位上面會唔會有分別先？可能外圍賽方面真係想做到正方哥講嗰啲，可能真係融合多少少，一啲可能爭少少，但問題有足球實力嘅隊伍。但決賽周就好似你所講到係啲高水平嘅賽事，唔容許有一啲咁稀嘅隊伍或者質素咁參差咁挑剔嘅隊伍就可以輕易入到世界盃決賽周。咁呢啲嘅解分，我會想聽得多少少，唔係單純世界盃呢件事就談過曬周嘅原因，就係主要世界盃就係高水平賽事，主要就係質素參差就唔得咯。因為呢個問題就會延伸到第二啲嘢，就係、是。如果有質素參差，咁就唔應該抗爭嘅話，我第一時間會有分析就係，而家32隊都有啲大炒嘅情況㗎，巴西都試過俾人大炒㗎，又或者係西班牙都試過俾荷蘭大炒好多㗎，咁都有啲質素參差嘅比賽嘅，咁係咪32隊都有問題咧？甚至係都識講，原來32隊就喺度卡頭，而喺今年裏面排名50幾多人都位嘅，咁其實32隊都有好多質素參差嘅情況。咁喺你眼中又係而家質素32隊有問題，咁你哋嘅標準係要去到幾多隊先係足夠啊？呢個我第一個會有嘅質疑。第二個會有嘅質疑嘅就係、是、個呢、這個都係正方要處嘅就係、是，其實你哋有講過就係過往嘅世界盃唔係冇抗爭過隊伍嘅數量咯。82年嘅時候抗爭過一次，98年都識講抗爭過多一次嘅時候，咁實際上面當時抗爭完之後球隊嘅觀賞度係升咗定跌咗啦？在正方嚟講，反方嚟講，我都冇聽過任何數嘅成場。咁一方面咧，我喺正方會有數啲嘅。咁一方面我聽到數咧係有少少失真嘅。第三個位我會質疑嘅就係、是，你哋可以試下更加多嘅就係、是、一隊球隊，我當佢整體世界排名真係好差，你講到100名嗰啲啦。但問題係咪就等於佢哋冇完全冇任何可估或者質素高嘅情況咧？即係可能一隊100排100名幾嗰啲球隊，都可能有機會有啲出名嘅球星嘅，有機會有佢自己獨特嘅踢法嘅。咁我嗰啲都係佢獨特嘅點，而真係質素高嘅點啦。咁呢啲話，我覺得係正方係反而要思考得更加多，因為呢方面正方咪對反方嘅質疑唔夠多，係啦，針對住主席咁樣。然之後做後場嘅攻擊上面咧，我覺得雙方都要諗多少少，今場交鋒都真係比較少。先講正方後場的攻擊點上面，我聽得備戰時間嗰個有啦，但我會想聽得更加多嘅就係、是，咁有幾多國家支持呢個做法先？係支持得唔好似反方咁樣覺得又會真係備戰時間會少咗好多嘅話，有機會不利場戰事或者不利球隊或者球員嘅發展，咁點解咁多國家會支持啊？呢、這個位我會想聽得更加多。第二個我會想做多啲嘅就係聽多啲嚟嚟比較，就係今日白方會講嘅就係、是、你備戰時間會短咗好多，會好有問題。但如果你唔抗爭嘅話，有啲嘢弱到可能本身連入世界盃決賽周都入唔到嘅時候，佢可能唔單止係好似今日白方講話踢多一兩場比賽簡單，佢哋係踢至7至8場比賽咯，更加唔需要備戰世界盃決賽周。反而呢一個唔係反方眼中係有好多時間休息，好多時間去再諗下自己未來一兩年點樣睇得更加好。但呢一個係咪真係嗰啲球隊想要嘅局面啊？呢啲話我會想聽得更加多嘅比較。然之後到後場嘅問題就係、是你哋都會有質疑嘅，就係針對住反方講嗰個小組賽嘅問題，就話你第三名會落嚟，你哋會輕輕咁樣大步嘅，但唔好大攻擊。我喺呢個位反方係 OK 嘅，但係你如果你想試下點樣去攻擊得更加入嘅話，就係會諗咧就係咁呢件事喺現時世界盃決賽周32隊會唔會都出現事？你踢外圍賽嘅時候都有機會，阿根廷對住一隊我唔知有烏拉圭定話唔知乜嘢嘅弱隊嘅時候，都有機會突然之間唔出現事嘅，因為外圍賽啫嘛，因為就係對住啲弱隊啫嘛。咁嘅時候其實呢啲情況都有機會出現㗎，咁係咪現時又有問題先？至於一個可能真係一個球隊自己嘅戰略安排，我覺得有需要問咁樣做，冇需要問咁樣做咯。咁點解要放唔放質嘅問題咧？我會第一時間，我會期望聽到正方更多嘅質。然之後，正方第二個位，我覺得要注意嘅就係、是、你對啲數字上面或者例子上面，你要小心啲咯。因為到後場咧，我聽得更加多嘅例子，尤其 Freddy 咧，你會出嘅就係、是、唔知邊一個國家都曾經攞過非洲嘅國家冠軍嘅唔知咩冠軍。但第一時間反方又質疑啦，咁你攞到非洲國家杯嘅冠軍，唔代表喺世界嘅排名上面高啦，因為你係非洲嘅賽事啫嘛。第二嘢係曾經攞過啫嘛，咁我可以係20年前、30年前，或者隔咗好多年之前攞過，甚至我隔咗一屆，即係4年咧之前我攞過，同埋我4年之後嘅全球水平，其實都差得好遠好遠。主要係咪因為我曾經上面係足球？
排名上面一個很高的地位，就代表他今屆就必然可以或者有能力進入世界盃決賽周嘅。呢個係明顯。咁我亦都會其實男方後面啲例子都出得，係正方喺後面啲例子上面都講得幾明顯下，所以會期望男方會捉得更加多一啲 free 上面有嘗試過幾把嘅，但我想聽得更加多。然之後到最尾嘅就係、是。針對住反方的攻擊，交鋒上面，我覺得你哋要小心啲一啲位置。例如就係、是、你承認咗，你哋喺主辯啦，一副啊二副大方承認咗錢係會增加㗎啦，收入係會增加。但係增加與足球發展關咩事咧？第一樣嘢就係、是、對面一定可以扯到少少關係嘅，你單純咁樣陣嘅態度過咗陣容成場。第二個問題就係、是。政方要諗多啲嘅就係、是，咁點解世界足協或者國際足協嗰個嘅收入會增加先？佢增加嘅內容係咩咧？其實好大機會都係啲廣告商嘅收入咯。咁廣告商點解會俾收入你先？咁都係因為場比賽夠好睇，夠多人睇先會俾收入你啫嘛。你先會突然間多咗40,000+啫嘛。咁所以喺反方立場，但係成個收入會增加嘅時候，係咪都會同時承認咗場比賽係有一定嘅可觀性，以至贊助商會贊助佢，所以先會突然間多咗筆錢出嚟啦？咁呢啲位我會期望雙方會收得更加多嘅，同埋針對住到後面貪污嘅位咧，我覺得反方，我覺得你哋唔需要咁快退呢個位俾對面咯，即係喺你哋眼中場比賽會變得質素差嘅時候，其實質素差自然帶嚟就機會係市民退去場比賽冇人睇嘅時候，贊助就有機會跌㗎啦。當年2016年歐國杯都有抗爭過隊員做法，但抗爭亦都俾歐洲嘅球隊唾棄歐國杯抗爭嘅做法啦。咁我們呢一方面就可以演繹得更加多，唔好咁快去俾對面個收入真係會增加啦，贊助費真係會增加啦。因為第一個位咁樣退嘅話，你成場交通真係特別少。第二個位就係、是、呢、這個位你用貪污呢嚿嘢去踢佢呢嚿嘢嘅問題就係、是，我會諗嘅就係、是、咁國際足協。咁呢個係國際足協本身係佢自己內在嘅一啲營運上面嘅問題啫。咁你國際足協任何都有貪污，你搞世界盃決賽都有貪污㗎。你俾唔同嘅一啲足球基金俾唔落後國家都有貪污㗎。咁唔代表啲人唔該做㗎。咁你咪就係處理貪污嘅問題咯。咁唔係防震咯。咁呢啲話我一定要思考得更加多嘅，係啦。然之後到最尾就針對住你推進方面咧，呢場推進比較少啊。我喺呢場推進，你可以收入更加多嘅角度係咩咧？就係、是、反方好強嘅世界盃電視市民想睇嘅係咩咧？就係、是、想睇一場高質素嘅比賽。咁我會第一時間諗嘅就係、是，係我承認有啲弱隊，而家真係好弱，未必達到好似拜登見啲強隊咁強。咁個問題就係、是，佢而家都冇機會睇啲強隊切磋同阿根廷切磋，咁係永遠就可以一啲好弱嘅隊伍。非洲國家切磋，咁咪就大家一齊繼續鬥弱國嘅啫嘛。咁如果可以能夠有啲強隊切磋嘅時候，會唔會長遠？佢可以從一啲強隊學到更加多嘅嘢，學到更加多嘅技術，從而你長遠地拉高你嘅水平啦。即係好似日本當年1998年嘅時候第一次入到世界盃決賽，就好多人要從阿根廷上面學到更多嘅技術，所以先之後入到16強，之後入到更廣嘅賽事。或者唔知大家2022年摩洛哥嘅入面啫嘛。呢啲話我一定可以諗得更加多，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是。究竟現時唔同大眾對於而家呢個時代嘅世界盃決賽周嘅預期嘅期望係啲咩咯？係咪淨係想好似20幾年前啊、30幾年前咁樣，就係想睇阿根廷，就係想睇德國捧杯咯？因為佢哋其實都係見到更多非洲或者落後國家慢慢崛起，想更加睇到呢啲國家嘅爆發情況。咁呢啲話我又可以試下睇更多嘅，我俾嘅評就係呢度。我都俾咗好多意見，我都同意嘅，所以我都簡短少少講緊先啦。我第一樣嘢咧，我想提嘅就係、是，即係你哋要諗一諗世界盃嘅理念係啲乜嘢？呢一場反而去褪翻幾步去諗一諗呢件事，因為其實我覺得咧落到去底咧，你哋兩邊嘅理念係有少少唔同。正方你諗一樣嘢，點解佢會由13隊增加至32隊？如果好似反方所講，為其實我最追求係一個專業程度、一個精彩程度，其實我13隊應該係最精彩。甚至唔好13隊啊，8隊啊，我越少嘅話，咁你入到嚟一個決賽周，唔係應該最講得話哇好正啊，最精彩嘅比賽啦。尤其對方喺度問你喎，即係喺公面嘅時候已經
問你，喂，係咪月後嘅比賽就應該係完勝賽？咁係啊，如果係嘅話，咁而家應該係八強，即係一啲八名去進身一個嘅決賽啫，就算啦。點解會由當初13變成32，而家話要降到48咧？咁呢個咪就係世界盃一直以嚟可能有一個理念，就係、希望佢喺一個可行性底下，即係有可能性底下啦，咁佢可以一路去到擴，然後令到更多個人進入咯。所以先會去到你所講，你開頭主辯咪講話，我希望要有一個增加一啲影響性啊，或者係你要多啲人去參與呢一件盛事啊咁樣。咁呢個咪就係你對於世界盃嘅理念。咁在於反方，你其實係追求一個極度專業嘅水平啊嘛，極度精彩嘅水平。所以本身你兩個對於呢一個世界盃嘅理念係有些少分別，而呢一個分別其實好影響你後尾點樣推展嘅件事。係啦，因為咧，我覺得正方你要接受一樣嘢嘅，你諗下普及程度多咗，即係多咗人入到去，其實你嘅專業程度或者觀賞程度咧係會下降啲。咁呢個係都一定會發生嘅事嚟嘅，即係你冇可能好多人，然後你都係保持住一個話最專業、最好睇嘅水平咁樣啦。咁所以去到對方同你講話，喂，真係有一啲差咗嘅。咁其實你諗一樣嘢係緊由13當初13隊到去到32隊，都可能係發生緊呢一件事嘅，都係有一啲反方口中所講唔係咁好嘅隊伍入咗嚟咁樣啦。咁因為你永遠一路去到。即係一路去到擴展嘅時候，一路都會有少少我哋眼中裏面係覺得我冇咁好嘅隊伍入咗嚟。調翻轉反方都係㗎。咁你諗一樣嘢，對方如果佢話喂你啲強隊喎入唔到嚟喎，你諗下點樣擴底下，其實都一定有一啲隊伍唔小心入唔到嚟㗎。咁你要擴到幾多咧？咁所以你哋兩個雙方都係一個立場位置，就係係咪越多越好，還是係越少越好咧？喺呢一件事上面。咁當然啦，落到去呢一個問題裏面，就係真係諗緊你哋成個立場係啲乜嘢啦。咁兩個對方都係可以拗嘅一個位嚟嘅。事實上，你哋今日個立場就係咁，一邊就係話其實越多就越正啦，多啲就正啲嘅因為你講到有真係好多隊入到嚟嘛。咁其實你慢慢擴展落去，唔單止48嘅，其實你可能64啊咁樣更多嘅。咁去到你哋都係噶，越少唔應該有任何世界盃嘅發展進程。即係應該係13，一路落8，跟住然後一路落4咁樣。咁你呢一個先係維持緊你話話世界盃最精彩嘅事件，最多人睇嘅咁樣。咁所以呢個理念上面，呢、這個立場上面咧，我覺得你哋可以去諗清楚嘅。好啦，再落去咧，今日評論少少雙方嘅處事啦。咁正方咧，你去同我講話一啲嘅強隊嗱，對於強弱之分咧，即係究竟呢個係強定弱咧？老實講喺我心目中咧，我都仲未真係有一個定論。即係因為我覺得今日拗起上嚟咧，咁講拋一啲例子嘅時候，其實先個評判就咁去聽咧，我覺得唔係話真係好知道嘅。但我覺得正方你可以諗一樣嘢，就係反方同你講嘅一啲弱隊係咪真係所謂咁弱咧？有陣時我哋係咪用一個排名就已經係決定緊佢係咁垃圾咧？其實係真的要喺場上嘅。就好似即係近排過去呢一個嘅世界盃咁，德國對日本，大家都好睇好德國。日本喺人眼中裏面都係覺得會輸，最後佢都係贏咗。咁呢一種嘅狀態就係我唔係話我口中排名高與低嘅分別，或者人哋眼中強同弱嘅分別，係最尾佢喺場上嘅表現。點解可以用一個排名一概而論就一定係垃圾？即係佢口中所講嘅嗰啲嘅光果，係咪就聽完之後就一定係差咧？咁調翻轉，反方你當然係用一個咁樣嘅排名去講啦，但係你都要實際論證下究竟佢差嘅程度可能係點？咁你可能個論述會好啲。如果對方會咁樣逼問你嘅時候，你個壓力就會增加。咁好啦，再落到去啦，你講到即係第二樣嘢啦，就係、發展嗰一件事啦。嗰啲發展你話多咗資金落去咁啊，或者有更多強隊入去都好啦。我覺得你都可以諗一樣嘢，就係你多咗。即係變成破軍至到48隊嘅時候，可以諗一樣嘢就係，其實啲人都會覺得機會多咗，即係一啲潛在嘅隊伍，或者係本身唔係好睇好，即係好發展好足球嗰啲。喂，咁你見到個48隊喎，咁我真係有機會入到去呢一個嘅決賽周喎。咁佢哋會唔會其實喺呢啲潛在嘅隊伍未必入到都好啦，但係佢哋會注重咗足球發展呢一件事。其實等於辯界都係嘅，你諗下辯論裏面，由當初可能你得幾個杯賽兩三個杯賽，其實好多學校
賽，跟住你有好多個名額，咁啲學校就開始越嚟越發展，我開始請教練啦，啊開始咧老師會負責呢一件事啦。咁其實咪就係因為你多咗好多嘅機會咯，我打唔到呢一個比賽，我打下個比賽咯，打唔到呢個比賽打下個咯，咁我多咗名額入場好多嘅機會。咁所以呢樣嘢都可以諗下嗰個影響性、嗰個普及性，其實喺你呢個位上面嗰種潛在嘅足球發展咧，其實你都可以去講下。咁就唔需要淨係可能講話哦，呢啲強隊會入到去，但係呢啲弱隊可能都會上咗嚟。咁呢個你都可以去思考下啦。咁好啦，最於反方咧，田主線裏面咧有講到質素同埋觀賞性啦。好啦，咁咧，但係一個位咧，我都諗嘅，你同我講觀賞性會低咗，但係正方又同你講一樣嘢喎，觀看人數啊嗰啲係多咗。咁你話哦，咁個精彩程度低咗，咁我就會諗一樣嘢好啦。咁精彩程度就算係低咗都好啦，實際個弊處喺邊度？咁可能實際嘅問題就係少咗人睇咯。咁但係又唔係少咗人睇喎。咁事實上我哋就咁去睇世界盃，的確係多咗人睇，多咗人注重呢件事。咁所以係咪真係個觀賞度係真係差咗咁多，而去到達到你所謂嘅弊處咧？呢個係一個問題。可能再落咧就係、是、去到後場咧講緊誒前場去講一啲嘅質素 O K 嘅，即係你佔用翻排名嗰件事，咁都係嗰句啦，即係實際再完整多少少咁啲。可能落到佢一個位咧，就真係特別想講一個貪污嘅位置啦。咁係去到二庫開始帶出嚟，跟住後場就狂打呢一個嘅貪污，咁你就打佢嘅發展啦。咁但係呢件事我就會思考啦。咁貪污唔係呢條辯題嘅範疇。呢個係世界盃本身嘅壞處，因為你就算破唔破軍都好咧，你諗一樣嘢，佢都係會貪污喺你嘅國土裏面。因為而家嘅足協佢都係會將呢筆錢投放翻落足球嘅發展身上，只要有呢個動作底下，你都係覺得會貪污咯。咁所以唔係我由32隊擴展到48隊嘅壞處嚟咯，呢個本身係世界盃要處理嘅問題嚟咯。咁所以呢、這、一個即係呢個貪污上面，你可以話作為一個小嘅質疑，係咪真係落到去？咁事實上，其實呢個位置我又覺得可能係一個好強嘅位置。正方你都可以講話，咁過往32隊底下，咁有冇做到啊？一定有噶嘛！即係過往佢哋世界都行咗咁多年，咁 OK， 我當佢當中係貪咗啦。咁就算係貪咗都好，咁都總有啲錢係放咗落去噶嘛。佢貪咗一部分，跟住都仲有一部分係擺落去嘅。咁你將來咧，你行多咗破完軍之後，你嘅收入高咗，咁好啦，咁啊多咗，然之後佢都係一個 percentage， 可能係俾人貪走咗，但係個數目投放落去可能都係多咗。而事實上，你都真係有講過一啲嘅計劃，有啲嘅嘢係真係已經應承咗，可能會做到佢嘅。咁嗰啲係咪實際本身嘅利益存金係？咁呢啲可能係。咁所以呢啲貪污嘅位置咧，我又會覺得唔係真係咁好難去到達。咁事實上，我覺得可以認覺少少呢個位置。咁對方，我覺得你都要去諗清楚多呢一樣嘢咯。咁最後就係我覺得要諗清楚呢個32隊對48隊。咁喺呢一場整體嚟講嘅，我覺得都係能想清楚有一個嘅配眼制同埋你整體去宏觀去睇呢一件事。咁其實我都講咗嘅，咁所以我都唔大講。咁喺呢個位上面，我覺得都係有啲即係模糊咯。咁我覺得大家係要去再講清晰多少少咧，其實就會理想啲啦。係啦，咁方面上面咧，我覺得大家即係 general 講啦，唔止曬講啦。咁就我覺得大家係諗多少少攻擊上面要個策略嘅部署，因為我覺得今日雙方咧喺無論攻面嘅 create 咧都有好多嘅位置，其實雙方都係咁。我覺得啲進攻路線上面咧可以諗到啲，唔好太窄佢哋一樣嘢。係啦，咁呢個就係整體少少嘅評價。首先是最佳辯論員，今天的最佳辯論員為反方一副蘇靜蘭同學。至於今天的賽果，正方得票為1票，反方得票為2票。換言之，今天勝出的是反方好良的賽計有學校。